家好，我是歌手周深，海湖湾我又来喽。5月10日，歌手2024时隔4年再度回归。今年比赛最大的变化就是采取现场直播选开麦方式进行比赛。在第一期的直播里，排名一出来，这届网友们纷纷破防了。华语歌手整体被海外歌手完全压制，网友们辣评这简直就是格莱美大战草莓音乐节，怎么感觉输的是他们，丢人的就是我们呢？这华语乐坛真没一个能打的吗？一时间众歌手的评论区都沦陷了，大家都开始摇人，话题快把周深拉回来救场，让周深来战场，还一度冲上了热搜。歌手2024首播后，网络上的相关话题和热度也都相当的高。当然，周深并不在本期的歌手首发阵容，但是毕竟周深是参加过歌手当打之年的，并且也是从那一年开始大火出圈，一飞冲天的，所以难免也会被提及。尤其是近日最热的热搜话题更是引发了热议，尤其在第一期的直播里，华语歌手整体被海外歌手完全压制的情况下，谁来补位就显得很重要了。再加上是现场直播，那么必须要有过硬的现场能力才行，来不得一点虚的。有大 V 媒体在网络上发起了一项调查，大家觉得国内歌手谁去补可以力挽狂澜，其中周深呼声也是非常的高。显而易见，周深的现场能力绝对是毋庸置疑的，毕竟也没有多少人可以在联合国的会场现场唱三首歌曲，更不必说在国家大剧院搭档交响乐团独唱了歌曲《灯火里的中国》。即便是回到歌手时代，那首打了崩吧神级现场更是让很多人望尘莫及。周深能不能重返歌手不太好说，但是至少这个时候能够想到周深，足可见是对周深实力的认证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周深真的没空，他目前忙于专辑和演唱会，恐怕不会选择去参加歌手2024。今年的周深忙到起飞，马上要开始10周年巡演了，这个月的18、19号要在上海连开2场演唱会，唱完还要去沈阳录制跑男。最后昨日周深工作室放出了周深太湖湾音乐节 vlog， 谢谢世子的投喂，终于看到新鲜的周深了，真的很喜欢看周深在后台工作的状态，每个精彩的舞台背后都是努力的付出。这次太湖湾全记录 vlog 长达近10分钟，高质量，给工作室点赞。你给他们一个指示，对，我们一起。这有点太夸张了。这样也可以吗？Oh, shit.
会觉得大家都真金白银的花钱来买票看，你要是没有演好，就会啊，可以做够我那号下半辈子的。但有时候生病，你又没办法。客观因素如果是不可抗力的话，那是没有任何原因。这个是就很多人就是他可能他有内因也有外因，他就会包括精神紧张，所有各方面，他就会让一个人就整个状态。我会抵过冬霜侵蚀它的枝桠，我会填平黑夜和暗涌，等着太阳开吧，像花一样。早点休息啊，拜拜拜拜。